大家唔安啊，疫情严峻，肺炎系咁一波波咁嚟，真系唔知搞到几时啊！如果你系商铺嘅业主，喺呢个时候咧，一定有定心理准备，要坐货一段嘅时间，亦都可能会承受一定嘅资金压力啊！你睇下，我喺观塘长大，后面怡安街呢度，观塘食街嚟嘛，而家整晒拉晒闸，你嚿砖头又可唔可以同病毒共存呢？唔可以嘅话，系咁挨落去，资金分分钟迟啲动态清零啊！连后面小巴站都冇人搭啊！不过咩情况都好啊，有危自然有机啊！我哋盛汇商铺基金正积极喺市场扫货，今期咧我哋重点想吸引一啲细码货，即系1000万港币楼下嘅货，几百万嘅货仔咁啦。如果你坐住间铺，可能对于你嚟讲系一个资金嘅压力，但对于我哋嘅基金系一个机会啊！因为我哋系有能力同埋实力啊，吸纳啊，帮你扣烟，减轻你嘅财务负担啊！疫情严重，暂停营业，见谅。跌到周街都是啊！我哋买铺俾你三大承诺：一、特快成交期，快至一两个月现金即刻到手；二、实在价钱合理啊；三、专业办理，交易流程咧绝对可以保密啊！如果你需要资金周转，将你嘅砖头变成一笔嘅现金，而唔系到头来变成一堆嘅债务嘅话，我哋可以帮到你啊！又或者你纯粹睇淡铺市，想移民，想搵人接货嘅，搵我哋啦！